Hello，大家好，就我是你们的笨姐姐，今天被老板训了一顿，先让爆米花转起来。哇塞，这个小粉色也挺好看的，来，我放一点紫色的小珠子进去。上次我做翻车了，被老板骂了一顿，他说我做的爆米花都做不好，说你这回再做翻车的话就要给我开除了。来，我们今天，哎呀，我应该不放糖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我这个，哎，我们把这个放一点点油进去。这个不要。上次翻车的原因是，可能是因为我放了2块巧克力，今天我就放了1块粉色的巧克力。来，咱们看一下能不能成功，咱们拭目以待。大家猜一猜，我这次会不会做成功？然后，而且今天我换了一个糖，换了一个紫色的小糖。昨天那个粉蓝粉蓝的那个颜色，真的是可能让人觉得没有不太有食欲，对不对？然后今天我们就换了一个紫粉紫，看到吗？粉色加紫色。这个颜色搭配起来应该是还是挺不错的，来，一起拭目以待了啊！这次一定要成功啊！再不成功，老板就给我开了。还有什么问题的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啊，我能解答的我就给你们解答。平时我做爆米花也没有这么翻车呀，完了这次我又加了糖了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又翻车了。哇塞，我已经闻到那个，哇，像那个这个应该是紫薯糖吧，紫色的，我已经闻到紫薯的味道了，超级香。哇塞，太香了吧！哇塞，咕噜咕噜咕噜泡了啊，我感觉要爆了。而且这个东西挺好的，咱可以解放双手玩一会儿手机嘛。这个可能它挤咕噜的一堆，我给它翻一下。哎，为什么这次还有这些沫沫呀？天呀！不行不行，我赶紧把盖子盖上，因为沫沫又要沫出来了。这次我还特地就放了1块巧克力，那我。到底出沫沫的原因是在哪呀？我平时炒爆米花也不出沫沫呀，难道是个糖？我已经换了一种糖了。哎，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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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然后赶紧把盖子盖上。哇塞，超香的，老香了！这次肯定能成功，因为这次这个沫沫没有冒出来，我也不需要擦。还行还行还行，这次应该不会被开除了。我，哇塞，这个肯定成功了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完全没有被溢出来，这是没事了啊！来，3、2、1，噔噔噔！哇塞，老香了这回！哎呀，看到了没有？看到吗？还有爆的老圆的了啊！哇塞，老成功了！哎呀妈呀！